宝贝们，你们喜欢画画吗？有这样一个小女孩，她叫兰兰，她画了一幅画，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画的这张画。爸爸刚下班回来，拿起画看了又看，把画贴在了墙上。兰兰不明白，问：“爸爸，我只是画了自己的小手啊。”我有那么多的画，为什么您只贴这一张呢？爸爸说：“这胖乎乎的小手替我拿过拖鞋呀。”妈妈下班回来，看见了画，笑着说：“这胖乎乎的小手给我洗过手绢呢。”姥姥又从厨房走出来，一眼就看见了画上红润润的小手，说：“这胖乎乎的小手帮我挠过痒痒呢。”兰兰明白了全家人为什么都喜欢这张画，她高兴地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小手变成大手，他会帮你们做更多更多的事情。宝贝们，你们胖乎乎的小手一定也帮爸爸妈妈做过很多事情吧？没错，等小手变成了大手，一定会创造出更多更美好的未来。哒哒哒。